听说慧娜考了第一名，阿姨不知道有多开心呢。江一舒他还好吗？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算一次考差了，并不是世界末日。考不上首尔大学医学院，你要负责吗？把慧娜接到府上。我们一说非常非常讨厌慧娜，要是有反效果呢？你也可以上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《天空之城》全套剧集。本节目是由。